2010年，国道3号走山，全面体检顺向坡。在无风无雨的天气，国道3号七堵路段却发生了严重的走山意外，造成4人死亡。慈济志工在事发后前往提供热食，协助安抚家属。而交通部也重新修订相关法规，加强国道顺向坡的安全检验。